唐青，唐青，别拦着我。若是你去找怡亲王，我陪你一起，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身犯险境。但是我得告诉你，就算我们去了，跟他同归于尽，也未必能得到另外一半解药。我相信你不会没想到这个结果。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看着哥哥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吧。至少找到怡亲王，炸出点解药的线索也好。 在朝堂之上，我与怡亲王交手了数次，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就算除去他皇室的身份，他的阴险和谋略也是常人难以应对的。事关人命，我们必须要得到另外一半解药。但也正是因为事关人命，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要周全。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 四神他的身子还很薄弱，丹青，你留下来好好照顾他，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遗漏的线索。可哥哥只有不到一日的时间，是好在我们还有一日时间。 王爷深谋远虑，思虑周全，桩桩件件全被王爷给算到了，只是还有一事下得不理解。又有什么不理解啊？既然秀奴已经到手，证据刚刚被销毁了，您为何还给出那半副解药，吊着那沈南山的命呢？我看还不如给他那副假药，直接一举结果了他。没听过为师必缺吗？王爷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把他们逼上绝路， 反而会引起他们破釜沉舟的反抗欲。现在徐晨峰和沈家都知道藏宝图在我手里，沈自山半死不活的，反而他们会更加的忌惮。万一他死了，他们肯定会拼死一搏，去圣上那儿参我一道。就算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难免沾一身腥，引起忌惮。沈自山半死不活， 正好让徐晨峰和沈丹青投鼠忌器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王爷英明，从他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，应该还不知道这藏宝图其实暗藏玄机。光有藏宝图没有，还必须找到破解之法，方能显示真正的藏宝地点。是的，藏宝图在我们手里，王爷也始终掌握主动权。正因为藏宝图在我们手里，但又并未参透其中的玄机， 所以我们更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将他们逼得太紧。还是王爷思虑周全，想得竟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层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徐成峰竟然对沈自山如此仗义。哼，徐成峰是很看重和沈自山的情谊，但他更在乎的是沈丹青。对啊，绿竹之前也曾提起过，说徐成峰好像很在意沈丹青。昨天二人一同前来，想必是真的。 昨天看来，徐成峰对沈丹青在意的程度，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多。如此一来，拿捏住了沈自山，就拿捏住了沈丹青；而拿捏住了沈丹青，也就控制住了徐成峰。没错，所以沈自山现在绝对不能死，但又不能让他活得太滋润，来找我们的麻烦。生不如死，便是他最好的归宿。王爷英明。 如果事情进展的顺利，这半副解药还能换来另一层保障。王爷的意思是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这已经吃了半副解药了，能吊住性命，为何在昏迷中如此痛苦呢？半副解药虽然吊住性命， 但依然无法压住中毒时带来的万一噬心的痛苦。自山在昏迷中依然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，那有缓解的办法吗？
还记得你是如何救我的吗？快吻信，代表我的命。丹青的佩剑，我就交给你了。丹青，你还好吗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。我是你哥哥，还有沈家上下那么多的镖师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秦镖师从江南带回来的秘剑，味道清甜无比。我想着，你受了伤，多吃点甜的，应该能暂缓疼痛。很甜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白大人，别想栽赃诬陷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你放心吧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哥哥都会支持你的。我会跟你一起保守这个秘密。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。这间铺子我看了很久了。我知道，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，我会竭尽全力给到你的。等你料理完双双和罗雪儿，我就带你去看山川湖海，赏尽花开美景。哥，遇见你是我的幸运。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掌纹这么乱，离开你就是爱操心。哥，我一定把命给你续上。你一定要健健康康，长长久久，好好活着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只要给你剩下的半副解药，任何条件你都可以答应。没错，我只要我哥活着，哪怕让你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我的清白。可以。哪怕让你今后都为我怡亲王卖命。就算王爷要了我这条命，我也愿意。你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？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你的命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我要的不是你的命，要的是你这个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本王要你嫁与我为妾。什么？本王看上你了，要你日日陪在本王的身侧伺候我。本王一向很有耐心，给你一天的时间，如果明早以前没有收到你拒绝的消息，本王就当你同意了这门亲事。我
现在终于明白王爷说的那层保障是什么意思了。您从给出那半副解药开始，就意料到沈丹青会来，对吗？不错，有进步。半副解药就稳住了沈家和徐成峰，让沈丹青主动上门，成为王爷的人，这样便彻底控制住了他们。王爷深谋远虑，纵为佩服。这徐成峰和沈氏兄妹多少有点能耐，如果一开始就能与本王合作，岂不皆大欢喜？可偏偏又不自量力。不过，这次来聊城，顺手娶了个美妾，还能以此来挟制徐成峰，不亏。也不知道徐将军找到解药了没有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伤口裂开了，之前不是你在劝我吗？跟我说易亲王这个人阴险又有城府，是一个极有谋略之人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找到呢？你已经尽力了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我想去做，就一定可以做到。可是这次我好像真的做不到。是人，不是神，怎么可能事事如愿，事事周全？人人都说我是战神，夸我在战场上杀敌英勇，可我也有害怕的时候。不是敌人，不是那些战场上血肉模糊的瞬间，而是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们。你说这些伤是功勋，可至少他们能愈合。但那些将士们呢？他们都还那么年轻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战场上我护不了他们，我以为战场下我能够护住其他人，可我依旧没能做到。白石头，绿竹，还有自杀，我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人。可你一直在保护我呀，我永远都记得。为何你的这个眼神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？那个姑娘，她叫罗爱莲。她怎么了？她也是因为我，因为我没有营救及时，她失去了她年轻的生命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大家，是我不好，都是因为我。都是因为我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沈家涉险，沈家的恩情我自己来还，我们就此诀别。你已经尽力了，罗爱莲她还好好的活着，她就在这儿，她很感激你。承受反复之痛，贫瘠之苦，走到今日，哪一步不是绝处逢生？这次也一样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绝不会让人伤害哥哥。王爷受累了，还起了个大早。沈丹青他何德何能，配得上您这番大费周章，随便找个小轿子接过来就是了。世间最痛，莫过于亲眼看着意中人委身于他人。本王就是要大操大办，让徐成风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被抢走。一想到他这么悲惨，本王这点劳累值得。走。
你拿到金鱼，你拼死也要杀了李千光。他死了，就没有人能阻拦程峰找回藏宝图，而哥哥也能为妹妹报仇，一切就都结束。我是死无一次的人，我不怕。大胆，王爷的尊号也是你能叫的。算了，本王今天是来接亲的，不想被这些小蝼蚁扫了兴。接亲？接谁？沈丹青。沈丹青自愿加入怡亲王府，还不把人带出来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沈家镖局与你们怡亲王府不共戴天，小姐一定是被你们逼的，你们就是强抢民女。不行，你们想带走小姐就先从我身上跳过去。本王就喜欢烈女，你既然跟你家小姐分不开，那就一块到王府里伺候吧。宗伟，把她绑起来。是。住手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我跟你走。本王倒没看走眼，有胆有识，够资格做本王的女人。也请王爷遵守承诺，如约将解药送给哥哥。那是自然，本王难道是出尔反尔的小人吗？倒是你，在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？心中欢喜，脸上才有月。王爷实在不是我心悦诚服想嫁的夫君，我也实在是笑不出来。不过王爷放心，我也不是那种会含恨自尽的人，若要死，也会拉上我的仇人给我垫背。本王府里过去养过一只雌老虎，起初可比你凶悍多了，险些咬掉宗伟一条臂膀。可自从我把他的尖牙一颗一颗地拔光了，他居然比小猫咪还温顺。本王喜欢的就是驯服。别耽误拜堂的吉时，该上架了。娘子，小姐，你不能去啊！请吧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们听话，回去照顾好哥哥，待我成亲之时。解药就会送到，告诉他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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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。站住！何人擅闯将军府？我找徐将军。将军和天浩副将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家小姐为了给少主换解药，不幸委身怡亲王，
整个流程只有徐将军能够拦住怡亲王了。等将军回来，我自会向将军禀报。你回去吧。多谢。这依照惯例呀，纳妾无婚仪，不可以走正门，都因王爷看中你们沈家，故特许与你正妻之礼。姑娘，你应该感谢才是啊。沈丹青，未过正门，本王允你反悔。若你现在想走，本王绝不阻拦。本王能娶到沈小姐这样的美妾，如此羡煞旁人之事，若徐将军知晓，会当如何？想必他会嫉妒本王。徐将军无礼，把剑放下。放下。徐将军得来消息好快啊，这是得知本王纳妾，召集来喝喜酒吗？且等本王礼成之后，定让将军不醉不归。我不是来喝喜酒的，我来是为了带他走。将军是何意？他是本王光明正大娶回来的，你凭什么带他走？他沈丹青并非自愿。哦，娘子，你告诉将军，是不是自愿嫁与本王为妾？你走吧。你，将军不可以。徐成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众目睽睽之下竟敢行刺王爷！众目睽睽，怡亲王逼良为妾，罔顾律法，不能坐视不管，一切后果徐成峰自行承担。徐成峰，你让你的人退下。退下。放下。哥哥的解药还没拿到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要的事，我自有办法。徐成峰，今天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胆敢公然与本王作对，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我不在乎，我来时便说过，这门婚事，我不同意。走。撤！还骂王爷！
亲王大张旗鼓的迎娶，不过就是想激怒我。但是我想你们王爷应该没料到吧？我回来抢信，得罪王爷的人不配活着，你应该庆幸还能活到今日。哼，想要我的命，那得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给我上！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继续找，找到他传我口令，若未得手就不要过多纠缠，以免惊动圣上，惹出不必要的事端，得不偿失。是。一点小伤，让我看看。将军，你放心，不该看的我不会看，该负责的我定会负责。将军男女授受不亲，放手。这是莲花。之前受过伤，我觉得丑，就用莲花遮挡。认真点，我要撒药了。手如何了？还疼吗？怎么突然生起气了？瞪我干嘛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自伤危在旦夕，你我皆心急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，随随便便就要嫁给怡亲王来换取解药？沈丹青，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你吼什么吼啊？你以为我不害怕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以为我想嫁给他吗？我哥哥危在旦夕，他连命都要没有了，我怎么跟你商量？我不会嫁给怡亲王，只要他交出解药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。我只要我哥活着。提前告诉你我的推断，我从未如此害怕。我只是没想到怡亲王会这么卑鄙，更没想到你会这么傻。我不想连累你，但是我没想到你会来抢亲。对不起。好了，不哭了。所以，你是怎么拿到解药的？
给我。解药果然在药房，将军是怎么猜到的？还来了个回马枪。我也是后来才想到，宗伟知道我们着急拿解药救人，所以他匆匆杀了绿竹之后赶过来转移解药，但他也怕这中途我们过来抢药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不如引爆炸药，我们离开之后他才半夜派人来取，这样更稳妥。所以将军是预判了宗伟的预判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厉害。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。没想到酒醒之后你还去了趟药铺。是，其实我酒醒后有个直觉，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，解药可能还在那儿。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助吧，若不是与你一起喝酒，我们也找不到解药。他当时喝醉了，应该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吧。啊，你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也是一个推断，那万一要是告诉了你，又没有找到解药，岂不是空给你希望了？我哪知道前一天你还跟我借酒浇愁，这转眼就要跟怡亲王做他的小妾来换取解药了。我当时可是酒还没醒呢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再说，该发的火也发了，气也该消了吧。哼！你哼什么哼？我怎么知道你会这么生气啊？看我干什么？你是当真不知道，还是在装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我很在乎你。我们是朋友，今天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是啊，该怎么报答好呢？你我之间，你为我受伤流血，我为你宽衣包扎，那是不是可以以身相许呢？